近日，林心如和诸葛亮在电影《大戏临门》中饰演一对父女。林心如在片中提前预演婚礼，但在拍摄出嫁前与饰演父亲的诸葛亮道别的戏码时，林心如居然情感大爆发，把对戏的老爸诸葛亮都感染到泪流满面，对林心如的演技赞不绝口。提到这场离别戏，诸葛亮透露称，原本并没有要哭，但是看到林心如哭，自己也忍不住。父女两个是互相帮对方拭泪，为了不让女儿哭花妆容，诸葛亮细心用大拇指擦掉林心如眼上的眼泪，场面相当温馨感动。对于自己在出嫁戏中情绪崩溃一事，林心如直言，对于亲情这一块本身就容易有很多感触，当然也是有想到何时才能轮到我换我嫁出去。夜曲新闻中心上海报道。